电脑只有 C 盘了，其他盘隐藏了怎么办？在此电脑上点击右键，点击管理选项，找到左侧的磁盘管理，然后在消失的磁盘上点击右键，点击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，点击添加按钮，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确定，在想要显示的磁盘中重复以上步骤。最后在资源管理器中刷新一下，就发现添加好的磁盘都出现了。总结，点击管理选项，在消失的磁盘上点击右键，根据提示添加一下磁盘的驱动器号就可以啦。脑洞一分钟，知识盖塔，轻轻松。